无端干涉中国内政。外媒，美方发布与香港有关新制裁，点名多家中国公司。路透社消息，根据美国财政部网站周五公布的一份公告，美方发布了与香港有关的新制裁措施，点名多家中国公司。今年7月16日，美国政府曾发布所谓香港商业警告，对7名中国中央政府驻港机构官员实施制裁。如果美方执意沿用这套伎俩，我们将奉陪到底。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，干涉中国内政。